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收看亚洲奇网，我是曾英杰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十一月期指今天出现一个震荡收高盘，中场现货上涨了21点，而十一月期指呢则上涨了36点。首先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整个十一月期指的一个走势图哦。这是今天整个十一月期指的走势图，早盘开高，开高之后震荡完毕之后呢，先往下杀，接着往上拉。那其中两个高点呢，我们做一个交代。早盘的高点它叫8930，在9点14分。今天的最低点它叫8862，在9点51分。而今天的最高点它叫8943，出现的时间在11点46分。整个行情今天呢是震荡，开高，往下杀之后再往上拉。那么我想今天又是礼拜五了，请你仔细去看一下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这三天，所有的投顾节目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什么样的现象？大部分的投顾节目啊，各位，大部分的投顾节目啊，都会在节目上拼命的跟你分析，为什么今天的盘呢会先杀，为什么会杀这一段，原因是什么？接着呢再分析为什么杀到这里之后呢，它又会再拉上来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很多节目的形态啊，投顾节目的形态啊，都很喜欢怎样来告诉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原因杀到这里？什么原因？什么理由又反弹到这里？各位，这个是你所需要的节目资讯吗？这个是你所需要的节目资讯吗？我想这绝对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想要了解今天这里为什么会杀，这里为什么会拉，那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最重要的是，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？在今天的行情里面，到底要怎么做嘛？到底要怎么样赢嘛？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嘛？而那些节目，你永远只会发现他拼命的来解释这一段为什么会杀，这一段为什么会拉。可是从头到尾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他解得很有道理，可是从头到尾从来没有一张call讯，他告诉你这里可以放空，这里可以做多，你绝对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节目。因此我说了，解盘师跟操盘手他绝对有很大的分别。解盘师他很会讲，他很会讲，他很会讲什么？因为所以蟑螂蚂蚁。什么叫因为所以蟑螂蚂蚁？因为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他就往下杀。因为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接着他会往上拉。结果讲到最后，你会发现他的节目一张操作的扣讯都没有。各位，这绝对不是你所要看的节目啊！你所要看的节目是什么节目？到底我要怎样赢啦？我来这个市场是想要赚钱，想要赢钱啦。你莫搞废话讲啊多啦，要安怎做，要安怎赢，这是我想要知影的问题。各位，我是不是想要重点？你来到这个市场，跟所有人一样，只要参与期货市场，你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想要赢钱，只有这样，没有其他的，没有什么事后诸葛，没有什么马后炮的这种解盘节目，因为这种解盘节目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解盘的节目，你会发现他可以把很多原因、很多理由讲出来，没错啊。事后我跟你讲，他讲的很有道理，可是既然很有道理，他为什么不敢带你做？那表示什么？他根本都是在收完盘之后去找一些理由来告诉你为什么会杀，为什么会拉。但是真正的操盘手就不一样哦，真正的操盘手请你仔细看，他不会跟你解释原因，他直接会做这样的事情。8点45分，他只会做，不需要解释。期指目前在8918附近干什么？直接试价做空。这是我们今天带会员的第一笔操作，8918空单进场，至少两口大台子。我说你要的是什么？你来到这个市场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要赚钱，是为了要赢钱，绝对不是来听废话。各位，今天早上最高多少？8930呢？是在什么时间出现？导播拉近，是在9点14分出现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的第一笔动作是什么？请会员8918附近直接呢空单试价进场。各位，能不能成交？我想你看得很清楚，8918能不能空单成交？绝对有足够的时间啊，因为我们在一开盘就出手，8点45分来拉近，这边有看到8918附近直接试价做空。
那这个地方呢，你不管呢用市价或定价，绝对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怎样百分之百穿价成交，因为最高今天早上就来到了8930，而且没有打到我们的停损，那随即8930它直接灌杀下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段行情，各位，一个真正专业的操盘手，他就会带你真正实现你的愿望，他叫做什么？赢钱。那么杀下来之后，各位，我说了，我每一天的节目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只会告诉你我今天的盘势，我怎么带着会员来操作，就是这样而已。那么借由这样的一个操作，让你每天不断的验证。我想公道的自在人心，到底这样做对还是错，你看得一清二楚。而在今天我们出手了这一笔8918的空单之后，会员会补在哪里？我想每一天你看我的节目，你都知道，在一开盘的时候，我们不管是做多或做空，还没出手之前，家族成员你一定会很清楚的知道，我做空的话到底要在哪里出场，我做多的话到底该在哪里出场。那么今天在早上一样吧，一开盘也是8:45嘛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给会员的资讯是什么，当冲的支撑它叫8884附近，这是什么？空单停利的一个参考点啊。当然今天最低它叫8862，我们没有补在最低啊，但是补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价差，我们来看一下8:45全体会员的讯息，当冲的支撑它就叫做8884。那在这个地方放空来到8884当冲支撑回补掉之后，两口单它是不是就叫跌了68点，对吧？那既然这边是支撑，我同样每天在发完这个支撑压力之后，我一定会告诉会员今天的低点它就叫做8884上下两点，我请会员在8:46就预挂这些点位附近做多，并且怎样设好25点停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8884的多单一定能成交，没问题吧？那会不会打到25点停损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8884做多，最低杀到8862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打到25点停损？你非常清楚，它只有下杀多少？从8884跌到8862，只有下杀了22点，差3点打到停损，差3点打到停损，但是并没有打到，没有打到就是没有打到。8:46，仙人指路的系统用户预挂8884多单进场，这100%穿价成交，而且没有打到25点停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怎么做？这一笔多单成交之后，系统用户成交之后，我告诉他们什么事情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10:42，我们一整天的操作完全公开的让你看，8884的支撑点多单全部挂8944出清。那这个点位当然差一点，距离今天的高点当然差一点，我等一下会再做一个清楚的交代，并且怎样？我们请会员在这个地方呢，多单出掉之后，在这个地方再反手做空一笔。这在10:42的时候，我们就请会员预挂8944，将手头上8884支撑点的多单全部出清，并且挂8944再反手放空。这一笔单啊，真的是差一点空到今天最高，真的是差一点空到今天最高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高多少，是出现在11:46啊，来拉近。为什么我们的点位总是这么的漂亮？有多漂亮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早上8918放空杀下来之后，虽然没有补在最低，但是补在8884也是很棒的点位。补完之后8884做多，差一点又咧卖在今天的最高点，有差几点啦。各位，为什么点位都有办法的这么的漂亮，这么的理想？原因就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好帮手，有一套好用的工具。其实这些点位啊，老实讲，都是我按照我们的辅助系统所算出来的点位来指示家族成员来操作。因此我说过了，每一天的行情啊，虽然它千变万化，不管它是什么盘，我说了，你只要有一套好用的辅助工具，那么你会发现每天都会不断的发生怎样好的事情，好的结果。那这一笔单呢，真的就差一点没有成交嘛，对吧？这个各位都知道嘛，就是差一点没成交嘛，没成交要怎样？12:24，我告诉会员今天不再动作，预挂的空单8944也一点进前也没成交，就给它出销啊。但是手头顶哪够部位的人，就是8884多单嘛，手头上人有部位者一律怎样？最慢收盘价出清嘛，还是要出清嘛，我们下周一再操作就好了嘛。那这个8884的支撑的多单并没有办法在8944出场，因为差几点嘛。那收盘价多少？8939啊，也是一样一段很漂亮的价差。8884的支撑，我们做多两口，系统用户做多两口，来到收盘它叫8939两口，这又再涨了几点？110点。那么今天的行情你发现了什么？
我跟那些解盘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那些解盘师很会讲，这里为什么下杀，这里为什么往上拉，他们讲的头头是道。但是我不需要跟你解释任何理由，因为我要让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我要看让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到底要怎么做？你现阶段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够真正的赢到你想要赢的价差？各位，这个才是你的目的呀！每天在听废话，那有什么用？那个盘都已经结束了，再来找理由、找原因来解释它，有什么屁用啊？各位，你要的是这个。我们来看一下结果。今天收盘价是8939，你要抵的是这啦，大家嘛要抵这。来，咱来看，套餐人是不是共康？8918放空嘛，来到支撑回补掉，它是不是跌了68点？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支撑点做多，我们本来叫会员呢，卖在8944点，阿姆哥差几点没来。最后收盘价全部出掉，涨110点。各位，你看得很清楚吗？我不需要给你解释什么吧？你要的是我这一段要到底怎么赚？我需要的是有人能告诉我，在这个地方怎么叫，在这个地方去放空，在这个低档地区去回补，并且再做多上来。你要的是这种扣讯啊，实战的扣讯啊，实战的扣讯，他会告诉你8918就是叠加放空，抬来了。支撑点888是包掉，系统用户888是做多，再做多一段上去得到的结果。你要跌的是这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你看投顾节目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看投顾节目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真正能帮助你实现愿望的人，不是吗？那什么样的人他才能真正的帮助你实现愿望？那你就要去想你的愿望是什么。各位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老师，我的愿望很简单，我就是想赚钱，对吧？这是每一个人的心声，我都知道。可是想赚钱，你要就要找对人啊，你要找到操盘手啊，而不是每天在废话一堆的解盘师啊。因为只有真正的操盘手，在今天他会先做空下来，再做多上去，得到的结果叫涨跌178点，得到的结果叫涨跌178点。那么如果你今天是这样做，你的口袋多了178点，这个周末你开不开心？我想每一个人都很开心。当然，我们还是强调一下，这个178点，我们只是在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，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。法令规范，我们分析专业操作，绝非保证确可获利。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。我相信呢，到现在啊，很多投资朋友啊，操作期货，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：期货市场真的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市场，随时都在变化。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真的就像曾老师所讲的一样，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，在期货市场里面，什么最实在？把现金放在落地最实在啦。今天做完了，各位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做完了178点放口袋，我下个礼拜一再来做可不可以？绝对可以嘛，重点是今天有没有把现金放口袋嘛。各位，来来去去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市场上真的是一场空，其实不是这样。你跟对了，你用对方法，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机会把现金放在口袋里面。而这个方法它必须要是稳定的，我说它绝对不是在风险里面火里来水里去的。富贵它是稳中求，绝对不是险中求。要做到这件事情，就按照我们的脚步，当冲不留单，操作真平安。那我想很多人当然每天都在看我的节目，可是我说了，看是一回事，跟着操作又是一回事。如果你每天看到我们这样的操作，你非常羡慕的话，你绝对不要只是羡慕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。只要跟对人，一切都在于跟对人。好，跟对人，好事自然每天就会发生。那到底要怎么样让好事发生？把中场的资讯好好留意一下，把中场的资讯好好留意一下。这个资讯对你来讲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消息，绝对不要错过。该怎么做？善加利用中场休息资讯，我们休息一下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所需要的是一个绝对能够实战带你赢得价差的操盘手，而不是每天马后炮的解盘师。
短天期体验营，给操盘手曾老师，给操盘手曾老师一个月的时间，让各位呢通通在今天来电的都能够轻松拥有价，抢得先机。从下个礼拜一开始，抢得先机速播02-2578-3777。老板，帮我打气。加油！不是啊，老板，打气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要补胎啦！补好胎了。我是补呀，哥补。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精力充沛。宝利达蛮牛。喝小玉，让您万事都如意，包进偶来哦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在科建学美语，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。我们都在科建美语。齐王团队齐过操作，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二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，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，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高者应酬，大家大饮，张国酒共为善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每样都想吃，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快去贵族世家！哇，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呢？幸福就在这一刻！贵族世家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再强调一次，在金融市场里面，很多投资人经常遇到纸上富贵的情况。我想我讲这句话，大家一定都心有戚戚焉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？在这个市场里面啊，金融市场不管是股票或者是期货，只要是金融市场里面，你会发现到最后什么事情最实在，就是现金放口袋。而现金放口袋这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到，但重点是要怎么做。我说现阶段啊，你不应该再去看那些解盘师的节目了，因为你看那些解盘师的节目都没有用，那都只是马后炮。到底要怎么赢，才是你现在要关心的问题。不要赢，做干单的嘛，要有人带你走吧，要有人带你做嘛，要真的去做嘛，真的去做，你才有可能真的赢到嘛。每天都在那边放马后炮。各位，火车贵啊，这咧分别啊，敢赚有钱？今天以及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说了这三天的节目，你去看，很多人都会跟你解释为什么这里会杀，为什么这里会拉。我说你看这个节目有什么屁用啊？行情都已经结束了，你要看的是什么？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人哦？真的在这个地方就带你去放空，杀下来之后把空单补掉，再做多上去。那我说很幸运的，你看到了这样的人，真的吗？早上8:45来拉近，在今天我们是先做什么动作？8918直接做空，今天的第一笔操作8918空单进场。各位有没有带出动作？需要解释什么？就直接做，你才有可能赢到钱，不是吗？要怎么赢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嘛。
那重点来，到底要怎么赢？就是要有一个真正够专业的人带你做，带你做，带你做。各位，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带？8918空单进场，空单进场完之后，会员通通都知道今天的当冲支撑在8884，这边补掉之后，成功的掌握到一段价差，它叫跌68点。接着系统用户7早8早早就在这边预挂8884多单进场，多单进场完之后，各位到结果，今天不就是这样吗？先做空下来嘛，跌68点放在口袋里嘛，接着8884做多上去嘛。到收盘涨110点，再放口袋嘛，两段加起来就是178点。各位，要怎么赢？先做空下来，有没有做空下来？68点有。要怎么赢？做多上去，有没有做多？8884做多，到收盘110点。这个就是要怎么赢的一个方法。要怎么赢？要有人带你做啊，要有人真正的实际带你进场操作啊。实际操作啊，各位，才有可能有这个结果啊！你什么都不做，在那边解盘，不要说178点了、啊，连一点你都赚不到。所以啊，那些节目编个款，当做呢，怎么讲，综艺节目就可以了，看看就好。因为那些节目啊，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动作。那如果你真的被他解盘的功力给吸引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，这个老师跟他出一支嘴，也要共不要走，绝对无法实现你的愿望。而我们的操作，我说了，我的宗旨一向就是这样，富贵稳中求。我们做的现阶段所做的就是棋子当中不留单，操作真平安。今天是11月7号哦，这个礼拜从11月3号开始，11月第一个交易日，3号、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。5天已经过去了、哦，我到底有没有做到富贵稳中求？这是今天下杀的这一段行情，上涨的这一段行情，两段加起来178点。我们来看一下昨天，昨天啊行情很大，我说就算这一段我没有赚到，可是在49分钟内，你按照我们系统所规划的点位下去做，各位需要做到收盘吗？不用，49分钟的时间，你竟然就有222点的机会。早盘压力放空，放空之后下杀下来，一样再支撑去做多。那在当然中间我也还有再做一段空单，各位这三段加起来222点，这是昨天礼拜四、礼拜三，我做3笔错2笔还是赢，做3笔错2笔还是赢。因此在那天我说想赢棋王的钱啊，没法干单，门都没有。这个就是稳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富贵稳中求。礼拜二洗盘很厉害，我们照样呢，稳中求胜，稳中求胜，小涨40点。再看礼拜一，11月3号，各位，194点。每一天，我怎么做，对的、错的，全部都在节目上公开的讲。但是我说了，所有的操作，它其实是看的是结果，结果的加总，才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重点。哦，你只要呢，按照我们的方式，按照我的方式。我们一个口令，你只要一个动作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跟我操作你可以很安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颜色停损，不对的时候一定是马上退场，一定是马上退场，绝对不可能发生大赔。这就是我跟其他很多老师不一样的地方。很多老师有个坏毛病，跟散户一样，喜欢做错了就凹单。各位，你跟过多少人都没有这种停损的观念，我想你自己很清楚。那我说的停损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往往的大赔都是由小赔不砍仓、不停损出场之后，到最后变成大赔，才越来越砍不下手。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很多老师呢，他还是会有这个坏毛病。因此在选择老师的时候，我说了，你一定要去选择那一种呢，会很理性、懂得颜色风险、严控风险的老师。那今天又过去了，这个礼拜又过去了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你现阶段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？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赢吗？特别是在这个10月也好，11月也好，你做得很不顺的，你现阶段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是在看解盘的节目啊，你看那没屁用啊，没屁用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看的是，你现在要关心的是什么？当务之急是什么问题？我到底要怎样叫我都翻身？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赢？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在过去把那些所输掉的钱，把它给赢回来？
重点在于哪里？答案就在哪里。要怎么做才会赢？要有人带你做啊。那到底谁能带你做？好好留意中场资讯，不要错过这个重要消息。该怎么做啊？我说了，要有人带你做。那到底要怎么做呢？看完中场资讯，你自然就会很清楚明白。我们下周一见，谢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现阶段你要关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现阶段你要关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赢？那答案很简单，你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每天带你实战操作的分析师，能够每天带你实战操作的分析师，短天期体验营，给我们彼此一个月的时间，给我们彼此一个月的时间，立刻来电，通通让所有投资朋友轻松拥有价，通通轻松拥有价，抢得先机，请速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好运让您万事都如意，包进拢来哦！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倒着喷也 OK 哦，我喷到芭比啊！尤伯尔草本驱蚊系列，齐王团队齐过操作，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二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感谢害虫，下面登隔热并没蚊，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适用各种电蚊香器，新鳄鱼一体电蚊香，鳄鱼保护您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